话，我想请问这个，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刚才大家回忆一下，还有哪些重点你所能感到不一样的地方？讲爱，讲爱，独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讲的比较独特的地方是讲的教会啊，教会就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不是？其实你看很多时候你仔细看一看，但你知道马太福音啊，为什么这么讲？解经讲说马太刻意把耶稣的论点对应摩西五经，是吧？摩西五经、耶稣五论这两个是对着的，是不是啊？所以他这个出现教导跟摩西五经有个对照，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马太方式，马太写的文章14、14、14这个呢，其实严格讲的话，只是马太的一种表达。我个人不认为说从亚伯拉罕到耶稣一共是42代，从来没有说过42这个词儿啊！大家知道，14、14、14加起来不一定是42，会不会？圣经从来没讲到42这个词，你自己看看你就知道了啊！什么意思？大家自己琢磨去。所以我不认为一共是这个42，但是这就是讲又有也有共有，这里面讲到的是他的用数字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来验证一个事情，就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来表明他是犹太人的王啊。那么犹太人，所以讲到很多七这个词用了很多，七个天国的比喻，犹太人的七祸，所以你看数字搭配的过程中显出犹太化的色彩。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哪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呢？七啊，好像应该是七，是不是啊？六是不完全的，是大家明白。所以你看他处处写出犹太人好，另外有很多一啊二啊这些东西啊。你举个例子，好事成双，你看我们比较马可福音双数，马可福音讲到一个人被鬼附，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但是马太讲到两个人被鬼附，马可福音治好一个瞎子，马太福音讲到两个瞎子，实际上一个驴子两个驴子，你说是不是写错了？没有啊，大家不要忘了耶稣的所行的神迹，做的事情不止这些，他们写的角度不一样。我在这些瞎子当中我就写一个，因为彼得吧，他可能我猜可能这人没有那么大耐心讲很多，一个就够了啊。彼得就这么个人，下面还讲别的事呢。马太两个，是不是？所以双重比喻讲的猪和狗啊，这你看它对应的这种比喻，对不起啊，我不是文学家，我尤其不是，我这个中学的语文程度大概是4分左右吧，说句实在话，不太好。但是你要知道，犹太文学是有它的特色的，它的特色讲究一个对应，它两两对应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作为一个外行人评价内行写作，我不敢当，但是我是照本宣科，就是说这里面的比喻两两的出现呢，是带有犹太人的特色的，是吧？所以解经家这么说，我也就这么说，啊，这个地方我就任何问题我也不回答，是吧？我只给你讲的这一步，两两比喻啊，引用旧约经文，是吧？用天国讲神国，用天父代替耶和华上帝，他讲得很清楚，啊，他不敢妄称神的名，因为在两约之间，犹太人他们得了一个深刻的反省，我们太妄称神的名了，违背了十诫的一个教导，所以他们就不敢讲的话，有很多话用犹太先知文学的祸灾福灾有福，
这些话他们都在讲这些过程，所以的话是写作特点，犹太被十多，这个我就不讲了，还有很多40个比喻啊，强调比喻，马太非常强调比喻，生活中的见证，这我不多说了。好，我准备讲几个内容重点提示啊，一些过程。第一个，强调耶稣是预言中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十个地方讲到他是大卫的子孙，甚至连鬼都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的话，当时他就大多数人，许多都是出自耶稣，有很多来找耶稣来帮助的人，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他们认定耶稣就是那个旧约应验成全的那一位，因为他们当时在君王的这种概念，觉得君王就是救世主，君王应该关心社会的弱者，所以大家把他当成了君王来看。但是很可惜的地方是在哪儿？他们仅仅把耶稣当成一个治病救人的人，把耶稣当成了一个医生，是一个君王。所以这个是讲大卫的子孙，可是多次强调。所以你看马太的匠心，独具匠心，苦口婆心跟这些犹太人讲，你们等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么多神迹你们还不知道吗？你们还在等谁呢？真是苦口婆心啊。但是没想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接受，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弥赛亚来了他们还是不知道。第二个，亚伯很重要，讲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带来救恩的君王，马太首先写出来啊。所以这里面有个对比啊，就解经学家讲的说，耶稣是新的摩西。为什么呢？你给他想一想，摩西在旧约中呢曾经遭到迫害，后来带领以色带领百姓出埃及，所以希伯来书讲的话，耶稣超越摩西，因他是神子。你看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受到了生命的威胁，被父母带到埃及，后来回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这就是一个比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提示，家谱是一个，是吧？这讲看很清楚，是吧？这是君王的家谱。第三是耶稣和摩西的比较。第四，犹太人这是马太非常也是独具匠心的一点，他的心胸比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强得多，说你们不单单犹太人不但得救，而且外邦也要得救。你看啊，他里面记载了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提到了外邦的女子，提到东方来的博士，这很可能都是外邦人。所以说象征耶稣的救恩不单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最后很重要，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看没有，他针对的这个作者群就非常清楚，就是这些门徒，你们要去做大使命。请问在座的你们会背大使命吗？会吗？有的人不太会背，是不是？大家一起背一遍好不好？耶稣马太福音多少章？28章，18到20节，大家一起来。好，耶稣近前来，对，大家不要看啊，你就赶快翻背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圣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
向苏牧师给你们留什么题目了，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大使命给我背熟就行了，好不好？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背下来，待会儿再背啊。好，是不是很重要？饶恕，刚才一个弟兄在给我爱心，饶恕很重要，是吧？我们讲的这个主导文，从赦免我们的罪到赦免我们的债，啊，他为什么讲债这个词呢？别忘了他是管钱的，他对钱看得很知道钱怎么回事，他用钱来比喻一个神学含义，是吧？从赦免我们的罪到赦免我们的债，我们的主导文里讲的话，大家会背主导文吗？会。啊，这绝对会，是吧？不说了，每礼拜背好。恩典和律法讲得很清楚啊，恩典和律法，这我不多说了，讲的这个比喻。第六个，第七，旧约。啊，这其实我已经讲过了，我就给这个对法利赛人的批判指责远远多于其他福音书，这也是马太不俊匠心的一笔。虽然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在寻求和自己同胞的认同的时候，也不忘掉指出耶稣和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和你们大祭司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们法利赛人这种心态。我请问大家，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不对。哪些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倒是讲到给了今天就不用赡养父母了，是不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法利赛人他进食，对不对啊？对。在座的哪些进食？感谢主，很多人进食，是不是？有没有没有进食的？进食是一种操练啊，是一种操练。好，祷告，大家祷告吗？祷告。法利赛人祷告，对不对？对。对，法利赛人他们虔诚，对不对啊？对。法利赛人很多做法不是不对，而是说他们的心态，他们是在追求大家对他们的称赞，他们自以为意，他们的骄傲。这个是耶稣所指责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感谢主，讲得好，对象不一样，他们是做给人看的啊。我们所以耶稣讲到，你们祷告不要在大街上祷告，你们要在内屋祷告，关上门，是不是？好，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提到福音，唯一提到教会的，这里面讲了很多啊，教导门徒，这是一个尤其新信主的人，我们查考马太福音是最好的啊。光和盐，是吧？这个末世很重要啊，里面讲了很多末世的一些两段，橄榄山啊，这个其中关于神国的问题，讲的大使命的教导是第十个，是吧？十一，初代教会的教导根基，你看都在马太福音中有了架构。你看啊，雅各书里讲的很多，就是做法和登山宝训都有相似的地方啊。那么我这做了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是不是？我不准备讲很多了，就是说教会里边有很多，我下面教会的很多做法、很多教导，都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都有了框架。好，我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登山宝训讲到的是恩典呢？还是讲的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做，还是说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才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做？
请问我们信主是靠自己的责任，自己信，自己的觉悟高信主呢，还是因为神的恩典呢？恩典啊，这个没问题，这是基本要真理，是不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也应该信啊。但是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八福，我们成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这里面讲的是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呢，还是说讲的恩典呢？因为我们有了恩典，我们才能做这些事呢，还是我们做了这个事可以得到恩典呢？恩典，对，讲得很好，先有恩典，再有责任，既有恩典，也有责任，啊，我们很清楚，只有有了恩典，我们才能做出这些事，光凭自己做这些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不是要做事要得到恩典，而是我们因为有了恩典，我们才应该尽到诸般的义，有这些责任。所以恩典和责任一定要搞清楚啊，不是说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天国的啊。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个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以马太福音为架构思考基督徒的行善和好行为的基础是什么。我这是个题目，我要点名了啊。这个弟兄，你给我们回答问题好不好？试着看啊，是讲往别人来来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因为是在学习神的样式，神的样式。我们是是上帝为我们那个给我们救恩，救恩，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有那好行为，这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主，这个弟兄讲的非常好，好，大家鼓掌，好不好？鼓励一下。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基督徒行善和一般的人行善不一样，和法利赛人行善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可以行善？不是说我们要只有行善才能得到神的恩典。注意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教导的时候老说，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行了善，神才喜悦，对吗？有时候我们讲到，听牧师讲到，有那么好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对吧？你做什么事才神才喜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得救，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它的基础在哪？基础是神的恩典第一，我们才有行善。所以我是信仰基础要搞清楚啊，这是很大，这题讲得很好，好不好？行了，这个我想大家都开始警醒了，是吧？下一个问题该不知道问到谁了，是不是？好，第二个大使命啊，福音成为普世的信仰是耶稣降世终极的目标。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登山宝训里有个主导文，是不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啊？耶稣讲得很清楚，当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祝愿，是个预言。地上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旨意，并天父的旨意，并不在地上，不像天上那么通行无阻。阻挡耶稣基督的人很多，所以耶稣基督就颁布了大使命，我走了啊，拜拜。在拜拜以前呢，告诉你一件事，权柄都在我手里了，在我手里，但是我不去做，你们去做。而且呢，耶稣说
我也说了，就你们这十二个人了，啊，当时就十一个人，是不是？我不管了，俺爹苏培说我不管了，就说行了，我也没有第二个计划，失败了怎么办？就十一个人，假定第二天被罗马人抓起来杀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耶稣没讲，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我听一个牧师讲说，耶稣做这事的时候，你要说做世界上的一个管理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经历。你做什么事情都有 A 计划和 B 计划，都有 A 计划失败了还有 B 计划，是不是？耶稣没有，就是一个计划。后来牧师讲说，耶稣计划失败了吗？说他走遍世界80个国家，到任何地方都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没有失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按照耶稣讲的，因为耶稣和我们同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感到有耶稣的存在吗？有。声音大一点，你有信心就声音大一点。有。好像心里有点打鼓，是不是？不是经常同在，有时候心里软弱，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有。我怎么感不到耶稣的同在啊？有没有这个时刻？有。有吗？有。你刚才说有耶稣跟你同在，怎么就没有了？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跟你同在啊？大使命怎么说？凡我所教训他们的，教导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讲的什么事情？遵守他的话，什么话？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所以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耶稣就和你同在。这话对不对？对。好像不全对。耶稣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是啊，那耶稣的话错了吗？错。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我想问在座，你做神的事工的时候，你心里有喜乐？有。那是为什么你有喜乐？因为耶稣和你同在，你才有喜乐。我们唱过一首歌，耶稣同在就什么？就是天堂。是不是？你如果心里没有感到耶稣同在，我这忙得很的一天老虎烦愁，有没有这样的？也有。你不要忘了，如果你从来没有传过福音的话，你不去传福音的话，你想要让耶稣和你同在，啊，我这个遵守耶稣的教训啊，不要忘了耶稣跟你同在，而且他有权柄都在他手里，没有什么怕的，啊，好不好？好，这是马太福音大纲架构，简单说一下啊，你看看，很简单，除了五层三明治，这五层三明治呢，用红的标出来，前面加一个穿鞋戴帽，就是君王的降生。最后遇害复活和托付，中间三明治，耶稣讲完以后就去做了受到抵挡，再做再教导，再做又受到抵挡，整个这是马太福音的大纲结构，就是这么简单啊。行了，我把马太福音讲完了，我们该讲什么了？马可福音啊。马可，你知道马可是什么人呢？马可也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一个犹太人里的贵族啊。有人讲说他犹太人名字叫约翰，马可是他的拉丁文名字。你看，一个犹太人有拉丁文的名字，就跟一个中国人起一个英文名字一样。现在中国好多人起的英文名叫什么彼得呀，叫什么，好像从尤其在外企工作人都挂一个名字，显得自己身份跟别人不一样，是吧？马可有拉丁文名，他是一个犹太人当中的一个非常上层社会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多处显出来他是很有钱的人。马可楼知道吧？马可那个，但是他全家很敬虔。他还有一个名字啊，
他真正的名叫约翰，《使徒行传》十二章讲的话，被称为约翰的马可啊，讲的很清楚。还有一个词啊，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这个词啊，原文意思叫做肥短的手指，说他的手指可能比较短，大家给他起个外号。所以当时那个牧师讲，就因为肥短的手指写出来这个马可福音。他家境很不错，早年的信徒呢在马可罗这儿聚集，是吧？你看没有，他里面多次使徒行传中多次讲到马可家里来了有一个奴婢，最起码因为家境好，他既然有一个奴婢叫罗大，可见他家里很有钱，是不是？而且马可楼就是最后的晚餐那个地方，马可福音十四章递给他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就在那里聚会。而且耶稣聚集的地，他们门徒聚集了以后，在耶稣升天以后，在马可的家里聚集，在使徒行传讲的这个马可楼，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马可楼，就是最后的晚餐所在地。我们这是我自己照的照片，这个非常好。啊，英文怎么样 ？Room of the Last Supper。没有关系，我这没有日文，不好意思，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房间啊，很大，你看没有？非常漂亮，这是必去的地方，非常大，非常大，非常漂亮。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我们那个团的人啊，在这里边，都中国人。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大楼，就是按照后来被毁了，按照当时的是建造的。你知道当时耶路撒冷啊，在多次毁于战乱之中，最近的战乱有四次，叫十字军东征，这是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代。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真是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话去做，他们为了夺回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被那个穆罕默德占领以后，他们组织了四次十字军，从德国这边、英国这边派军去打回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一路上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十字军呢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是乌合之众，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烧杀抢掠，比那些伊斯兰的士兵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他们不得人心，所以打来打去，烧得一塌糊涂，这是后来建的，这是历史，啊。首先，马可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从彼得那边得知耶稣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家不要忘了啊。彼得只会讲希伯来文和亚兰文，他不会拉丁文，他后来到了罗马去传教的时候，他需要有个翻译，是不是？那就彼得，马可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神就用他写下了这一卷书，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彼得写的，是吧？当时彼得和保罗都过世以后，当时马可就把彼得所讲述的写下来了，其中有一个大量记载耶稣的死，是受死和复活的见证人之一。虽然不是门徒，因为你知道这里面十四章的五十节上有一个少年人跟着耶稣，后来赤身逃走了，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少年人不是别人，就是马可，啊，成书年代，因为当时呢比较早，因为在历史记载呢。在公元64年的时候啊，罗马城招了个大火，可是马可福音没有提到这个大火。大家想想，这个书一定是在之前写的。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尼禄，他有人说他故意纵火，嫁祸给基督徒，迫害基督徒，从尼禄开始，所以在那场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
彼得就为此殉道，就是那个时间。而且当时他们反而攻击基督徒，说你弟兄姊妹是你们是乱伦的人，是吧？所以他这是他当时写作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些没信主的或者初信的罗马人。看看他的对象是指初信的罗马人和这些让他们了解耶稣的生平，如何做主的门徒，这是马可福音的背景，就是这样，是吧？当时是，其实在此之前写的最早的一卷书，大家都普遍这么认为。写作特点啊，就像彼得的性格一样，立刻即时。我想，马可福音有一个特点，大家很多人讲到，其实我读的时候以前也读到过，读起来吧，你看的时候觉得有时候怪怪的，他有时候这个语法呢不是特别通顺。但是一个牧师讲的话是，马可福音像一个新闻报道，把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及时报道出来，耶稣干什么了干什么了干什么了，及时追踪报道。所以你把它读出来以后呢，就反而感到更好。我不知道大家手机有没有下载有声圣经，我这里有个有声圣经，你有时候开车或者走路的时候，你听这个圣经，戴着耳机子，你会听马可福音，非常非常贴切，很贴切。你读出来，你能看还好，而且讲的都是事情，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这个事儿加起来一起，反而教导、比喻不是太多，是吧？而且呢，很生动，很有情感。抱过一个小孩子来，对他们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脸上变色了，大大的哭泣哀嚎，他非常有这种细节的描写。还有一个，你比如说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回答说我叫群，这是写的，回答是谁回答的？魔鬼回答的，叫群，这个群是罗马的军团单位，叫群，一群猪啊，一群那个鬼啊，这很有意思。所以罗马化拉丁文的色彩很浓厚，他的造诣很好啊。刚才我讲了他的特点呢，没有记载耶稣的诞生小孩子的事，为什么呢？彼得根本不知道，马可也没有这个没有记，彼得肯定没有讲。因为彼得关心的是什么？彼得关心的是耶稣的行动，彼得关心的不是别的，是耶稣的行动，是吧？所以比神迹多，比喻少，就行了神迹记下来了，比喻可能彼得讲到的特点不是讲的很多啊，而且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耶稣的死和复活啊，而且问大家刚才问问题了，从来不说彼得的好，只讲他的错误。大家说为什么？彼得的口气，他很谦卑，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彼得对耶稣的所作所为感兴趣，彼得知道他的错，把他毫不遮掩地写下来啊。所以他这个文法有点像演说记录，不是跟马太不一样，马太和路加写的都是经过推敲的，马可不是啊，有这么一个过程，他是演说记录。彼得多次传道，马可是他的翻译。所以有人做了个想象，可能是各个教会的人见彼得到处讲道，说有一天他可能会殉道，怎么办呢？有人就说了，教会里就说彼得啊，你能不能把你讲的话记起来？彼得他是一个行动派，你愿意记不愿意记拉倒，他也未知可否。完之前就找到马可了，说你是他的翻译员，你能把他话说的话记起来？马可有心，就把他记下来了。可能是这么一个过程，但只是猜想啊，的过程。而且是记载这种框架，一开始很快，后来是越记越密，越记越慢。那个大卫鲍森做了个比喻，说
就像快车进站，火车很快，进站的时候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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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停在哪？停在十字架前面。每年祭祀，每月逐月祭祀，每个星期祭祀，每天祭祀，每个小时祭祀，最后停下来。这是马可福音的架构，架构建好以后，马太和路加都是参照这个架构写的啊。所以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马可福音这个架构呢，马太是把马可福音切成一块一块的，完了一块一块采用，路加是切成大块采用，这很有意思。所以它的分段也很容易，仆人、耶稣预备侍奉，最后受难。第一年什么也没讲，哎，讲了一点点的东西。你仔细看马可福音，讲的到了加利利海，前三年比较平顺，后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时候到了，他开始从黑门山的脚下走向耶路撒冷，最后在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中间呢，有很多教导，从黑门山往耶路撒冷走的过程中呢，讲了很多很多的教导，马可没有记，马太也没有记，路加记下来了。路加很多比喻都是在路上写的，他听谁说的？路加不在他们当中，待会儿就讲路加福音在讲啊，很有意思。转折点就是黑门山的山脚，该撒利亚菲利比。我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刚才我带大家看一遍，就是说，在该撒利亚的菲利比那个时候是一个转折，在第三年的末期，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啊，你可以看看第二年第三年这过程当中，我再把它放一遍，有以前放过的所以我就不放了。好，首先有什么特色呢？马可福音呢，严格讲的话，他讲的耶稣所作所为，耶稣行的神迹，耶稣所做的事儿，教导写的不太多，比喻比较少，所以有人讲说写的生动很仔细，适合于慕道朋友查经。我们现在网络查经呢，从一月份开始，我们先开始在这个在海归当中一个海归小组查经，后来冯师母就参加进来了。冯师母查经很有意思啊，他呢刚才有人讲他是一个北京人是吧，他讲话一口北京话，他那个但你知道他查经，我们两个是换着，我带一次他带一次，因为我经常跑来跑去，我说你多辛苦一点吧。他刚退休，这个他有时候查经就说，哎，有个问题，他等一会儿就走了，一会儿回来了，他讲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我到隔壁请教去了。请教谁呀？请教冯牧师。那开玩笑的，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行动派啊，马可是个行动派，耶稣是行动派，是不是？他喜欢神迹，喜欢讲神迹，是不是？而且特别描写耶稣的真情和被医治的者的感受，整个耶稣神迹的描写很多，整个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讲他的神迹，告诉大家他的医治的大能。啊，讲了18个神迹，所以它篇幅比较短嘛。但是整个讲，我看第一个重点提示，福音这个词用的很多。什么叫福音呢？一个人打胜仗，凯旋归国，这是原来的希腊的意思。他把福音等同于战胜死亡、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吧？而且讲门徒的身份。什么是门徒？门徒讲到十字架，门徒原来想的是自己的事情，在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们还讲谁为大，是不是都在争自己的权益？他们不了解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他们当时耶稣还没有复活，所以这里面讲到
做门徒的意义，福音，神的儿子。第二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我想我多次强调，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十字架需要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换句话说，你如果是一个司机，你要开车，在座的开车的很多，是不是？假定有一天耶稣坐你的车，你让不让他上？当然让他上车了，是不是？啊，主耶稣，你去哪儿，我要带你去哪儿，是不是？肯定是这样的，你去哪儿我都给你去，你带你去哪儿。但是现在有一点，耶稣说，我现在要求是我来开这个车，你把你的车给我，你愿意不愿意给耶稣？愿意。哎呀，主耶稣，不用麻烦您了，我车还是我自己开的。您去哪儿我带你去哪儿，但是我的方向盘我做主。耶稣说，不是，我要你把你的生命我来做主。这个是十字架，我总讲的这个改变生命、交换生命，把你旧生命去掉，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是吧？所以的话，这里面讲到战胜死亡、战胜阴间，是讲的十字架的道理。另外，耶稣几次给门徒讲这话，门徒不明白。其中还有一个，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22节到26节，讲到一个瞎子，第一次摸，他看见一盏影子，第二次摸才真看明白。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灵有时候需要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触摸啊，认罪悔改。你想一想，你开始信主的时候，你现在对耶稣的话怎么看？你是不是愿意改变你的生命？彼得也有这个经历，彼得被耶稣第二次召唤。我不是说第一次你没有就没有得救啊，你是得救了，但是你对你的信仰需要一个重新反思的过程，有时候需要被第二次触摸，圣灵的浇灌。所以这里面讲到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我受害，你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非常重要。第二个，第三，背啊，这还是背自己的十字架。我讲了很多了，是不是？十字架是一个门徒应该具备的身份，每个人都愿意背十字架。我看到很多姊妹带着十字架的项链，很漂亮，是不是？大家不要忘了，在2000多年前，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最残酷的刑具。今天居然变成了女孩子胸前的装饰品。用现在话说，你就挂一个电影、挂一个刑场的照片一样，很残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改变了整个的价值观。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好，马可是第三个，应该是重点提示第三。马可福音13章有人管它叫小启示录，为什么呢？它这里预表耶路撒冷的沦陷、圣殿被毁、耶稣基督再来的警醒，这是第三个啊，叫小启示录。第13章讲的很多这个啊，第16章啊，我想跟大家简单谈一谈啊。在最古老的这个马可福音手抄版中呢，文稿只写到16章的第8节，没有了。就是这些妇女们见到耶稣的坟墓空了，很是害怕，完了没有了。最后的第9节到第20节呢，后来的晚期的手抄本有这一段记录，而且语调跟以前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有人说，这为什么是这样？所以现在神学家有争论，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内容吧，似乎不大好理解。比如我刚讲的玩蛇的那故事，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人说，这马可写的这个时候突然去世了，有人说是彼得把这段撕了，说什么的都有。但是现在这一段经文呢，严格讲的话不是特别清楚。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了，我建议大家读那本书，叫做什么书来着？陆苏和那本书，解经有路啊。这十二原则啊，上下文体裁背景，见起名一贯要清，要清是第六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要建立在圣经清楚描述的经文上，而不是在建立在一些不清楚描述的经文上啊。圣经讲的很多的我们要多讲，我这个地方不是讲圣经有错误，我没有这意思，我只说圣经有很多神的奥秘不让我们知道的，圣经有一些内容，比如说在申命记里面讲很多鸟，很多鸟啊，很多动物啊，不太清楚到底指的是什么，还有很多这种神的奥秘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大家要明白圣经的经文我们不清楚的不等于说有的是原文确实写的不清楚，有些是我们的理解不清楚，所以我们要有个明白圣经中没有错误，我们理解有时候不太清楚，不是说圣经有错误，所以大家仔细可以把这个要如何处理呢，我们有很多方式，我建议大家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所以只是说跟大家提一下。好，这个这是马可福音，我就基本上讲完了。好，那么我在这个讨论题我想必须要长期思考一下啊。马可福音的成书过程能得到什么结论呢？这个我今天因为要需要思考，这够一篇需要写一篇文章来看。总之我想跟大家讲马可福音，你这里我讲完以后大家有什么总结一下马可福音有什么特点。马可福音记载的思想的是一段适合非信主的人来读的，讲到的福音讲了很多，另外他讲的耶稣的行动讲了很多，哎，这是讲的耶稣的行动，讲到啊建立了整个对观福音的架构，这是马可福音的贡献，一个小人物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往往是被很多人不太读的书，因为我刚才问了大家喜欢什么经文，说最多的是约翰福音还有路加福音，没有一个人提马可福音，还觉得马可福音都在马太福音当中，但是你不要忘了马可福音对查经是最有用的，因为比较短，所以30个礼拜基本上可以查完，所以我们网络查经呢现在查的是马可福音。哎，在我们在学生学者团体当中我们都是查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有它的独到之处。好，这就是一个第16章呢我们可以有机会再仔细再研究啊。冯秉成牧师写了，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冯秉成牧师现在是海外校园的海外学院现在有一个橄榄社区，大家知道吧？知道。每次来的这些同学都讲橄榄社区，是不是？橄榄社区是一个线上线下的这么一个新媒体，它是要建立实体小组的，以小组为对象，线上线下的小组配合起来。所以刚才大家讲的，在网络查经要开始要找几个人查经的话，礼拜三早晨，目的是为了培养小组长。你们将来查完以后呢，可以带实体查经。啊，所以的话这是一个目的。那么现在冯秉成牧师是我们橄榄社区的区牧，就是刚刚给他安的一个头衔，是区牧，是这样。所以说的话这是一个具体的事情。好，这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今天我们开始就加快了啊。五点结束是不是？大家有事情都没关系，有人就看赶快早点就不算了，是吧？没有啊？没有。其实说的实在话，上课
啊，上到这会儿就上不了味儿，听不了味儿来了，是吧？嗯。啊，但这个时候是容易最累的事情，啊，最轻松。我想《路加福音》我花半个钟头讲完，《约翰福音》半个钟头，好不好？大家坚持一下，嗯，《路加》。刚才这个林弟兄讲得很好，说路加福音，他为什么喜欢路加福音呢？因为有使徒行传连在一起，说比如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上下两集，一个作者写的上下两集，而且路加福音作者是路加，路加是新约全书作者当中唯一的外邦人，多次被提到，但是他只隐性的提到他自己，他并没有谈他自己写的。成书的时间呢，60到70年之间，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道理，就是说，他写信，他这写给谁啊？他是不是写给提阿菲罗大人呢？为什么写给提阿菲罗？你们是怎么解释的？谁是提阿菲罗？讲一下，谁是？还是提阿菲罗大人？大人在当时的，首先知道，这个、他在哪儿写的呢？路加他是外邦人，他没有在以色列待过，他是在外邦人。那写给大家都说在哪儿呢？他是个旅行者，但是他写作的时候在哪儿？在罗马，待了好几年，写了2卷书。为什么写这个书呢？有人讲过，路加有个最好的朋友是谁呀、啊？保罗。保罗。保罗当时被囚在罗马，他为了救保罗，他是谁？这是很多人在研究，就是他可能是在救保罗写的，写给谁呢？写给罗马一个高官，这个高官有可能是法官，有可能是律师，所以提阿菲罗大人有可能是一个律师，也可能是个法官。他要救保罗，为保罗辩护，他说你给我材料，我怎么给你辩护？保罗就花了2年时间搜集了很多材料，写了这卷书，路加，对。所以的话，他为什么说的说他有很多的话呢？写给外邦人，外邦人对很多事情不太了解，尤其是希腊人嘛。所以什么叫加百农？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是加利利的一座城，有格拉森人的地方是在加利利的对面，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25里，除酵节又名逾越节。他为什么讲这个？其他三卷书不讲，而且2卷书不讲，就他这么讲，他是解释给外邦人，是吧？这都是一个特点。所以他的大纲也很清楚，他大纲呢跟马可福音的大纲很相近，但是内容不一样。序言，那么我请问大家，他完了讲的耶稣的出生跟童年，耶稣对使命的准备有独特的地方，他讲的他耶稣的儿童时代，加利利，最后往耶路撒冷的旅程讲了10章，讲从